各位蛙仔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编辑某某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悄悄话复合式沙龙，在这里可以满足女人所有梦想。你想要美甲，想要美发，想要做 SPA， 或者想要喝咖啡，通通满足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带读者一起来探索悄悄话让女人变美的秘密。好，那首先进来这边是我们的吧台区，那还会提供饮料跟咖啡。那接下来这边是，你们两位已经到了吗？等你很久。OK，I'm sorry， 我就是迟到了。那没关系，等我现在先跟读者介绍一下这边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在做沙龙前或做沙龙后，你就是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喝个咖啡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这一边，就是我们的美甲区。那可以看到上面就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指甲油，任挑任选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一区呢就是我们的美发区，做造型的地方。这一区呢，就是假如你同时想要美发、美甲，或者是你想要染头发的话，就可以在这一区，可以带大家看一下，就可以坐在这边染头发，然后还可以看电视。好，没错，这就是悄悄话一楼的区域。Hello， 这位呢就是我们悄悄话的老板娘 Vila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Vila。你到我们地下一楼去看过了吗？还有地下一楼吗？是，地下一楼是我们的首都曲线保养，还有我们的修竹、美式修竹跟我们的头皮管理区，然后可以带读者下去看看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带读者去体验一下，走吧。好的，这边就是我们悄悄话地下一楼。你已经开始了吗？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墙？你做完手足保养，然后再做个光疗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拍照了，非常方便。那接下来终于要换到我去体验了，那就跟我一起去体验头皮护理吧。那在体验之前呢，我要先来做一下头皮检测的部分。好了，我现在做好头皮护理，然后设计师也帮我吹好头发了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来做这个头皮护理，我觉得我学到非常多。像大家应该都是蛮注重脸部保养，但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的头皮就是脸部肌肤的延伸，所以它其实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很多人可能会很常忽略掉头皮的保养这一块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要注意保养头皮护理。那其实欢迎大家可以来悄悄话固定做头皮护理。欢迎各位蛙仔读者们，就是可以来悄悄话来体验一下头皮护理啊、光疗啊，或者是手足光疗都有，然后也可以来这里做造型。欢迎大家可以来探索女人的秘密，女人变美的秘密。那记得要持续锁定蛙仔，追踪蛙仔。那小编带逛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